大家好，本节视频我们来学习 Word 编辑的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在编辑文档的时候，出现数字、字母时，与文字之间的间隙太大，就像这个一样，我随便写了一段文字在这里，这里出现了字母，出现了数字。但是它这个间隙我们可以看出来明显是很大，那这个怎么处理呢？如果说整篇文档一次性处理，我们可以用快捷键 Ctrl 加 A 选中它，然后鼠标右键选择字体，在这个高级里面找到间距，点开这个下拉小三角，找到紧缩，其他选择默认，然后点击确定。这个字母与文字之间，或者是数字与文字之间，它的间隙就变小了。我这个版本是2016版本的，如果说你需要的同学，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关注，然后进到我的主页，点击发消息，我会发一个2016版的正版软件给大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